有一点像我哎、欸，就连我都觉得，就她很漂亮，你说，你也很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？剪完了，我每次都来这边市政府这边找 Candy 来帮我剪，然后我已经给他剪了好几年了，我从大学一直到现在都是给他剪。然后我今天就是把我的头发剪到，因为我头发就真的是留不长，我每次只要留到这边就是一个过渡期，他就很爱乱翘，所以我就会再把它剪短。我请他帮我剪空气刘海，就是再等它长长一点，应该就是会比较不会那么奇怪。好，然后我现在呢就要去咖啡厅继续剪我的影片了。分享他们戴牙套时的一张照片。你有去我们国家吗？有，太好了。美国、日本、泰国、越南、香港。还有什么啊？你没有戴过牙套是不是？没有。没有戴过牙套。没有。可是他不是要分享照片吗？啊，你有照片吗？我好像没有哎、欸。然后，所以你没有戴牙套拍照过？我全部都删掉了。真的很可爱，是哦。那你频道有没有戴牙套？我频道有。好，那你开包间。你有没有戴牙套的照片？戴牙套照片吗？可以分享一下。我找一下。这种算戴牙套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啦，给镜头看一下。可以镜头看一下，这算戴牙套吧？我现在还在习惯就是我这个发型，因为我原本是剪空气刘海嘛，但是
他有时候被我吹的就是很不空气。昨天运动会结束之后，我们几个人去吃个披萨，回到家就蛮累的，就没有录结尾了。昨天运动会真的很好玩耶，而且认识了很多我一直都有在追踪的创作者。然后我今天呢要去板桥的大圆柏小圆柏，其实我分不太清楚，反正就是去板桥去演讲，就是分享一些旅游跟登山的经验。演讲完之后呢，我就要直接下台中，因为明天我们几个 YouTuber 要去永渡日月潭，很荒唐了欸。我昨天运动会完结束整个全身酸痛，然后明天就要去永渡日月潭了，就是很荒谬。对，我到时候也会再拍一支影片啦。接下来呢就直接带到演讲的现场。